欢迎大家参加救恩浸信教会主日敬拜，请听我读诗篇三十四篇第一到第三节。我要时时阿罗耶和华，阿罗伊的话必常常伫我的嘴，我的心心必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必欢喜。恁甲我着阿罗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最悬，请咱阿头祈祷。阮的天父，阮必时时阿罗你的名，阿罗你的话必常常伫阮的嘴，讲出你的大能力、大疼痛。阮也必夸口你的大作为，尊你的名最悬。感謝你，願祈禱是奉主耶穌的名求，阿門。請咱出聲吟詩，將一切榮光歸予伊。伊是配得稱頌甲俄羅，咱必大聲呼求，舉起伊的聖尊名。小山，我一曲。
Thank you.
兄弟姊妹平安，今日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86篇第9甲第10节。诗篇86篇第9甲第10节：主啊，你所造的万邦，拢要来拍拜伫你的面前，因也要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最大，搁行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各位亲戚朋友，平安。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但咱伫今日着欢喜敬拜、阿罗伊，一切恩光拢归乎伊，因为咱的上帝是配得称颂甲阿罗的。大彼会祈祷讲：主啊，你所做的万邦，拢要来拍拜伫你的面前。因也要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最大，搁行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但伊利也安尼讲，上帝的名应该受俄罗到永远，因为智慧权能拢属伫伊。是，咱来感谢天父上帝，予咱智慧，予咱知识，予咱智慧伫伊的话语来敬畏。顺从伊的旨意，因带咱行正直的路。上帝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上帝话记载伫圣经，充满了智慧，予咱行正直的路，予咱知识会晓做事，通荣耀伊的大尊名。今日你甲阮的教成功出头，拢是恩典。毋是咱的功劳，是上帝的功劳，是天父上帝好款待咱，祝福咱。咱只要敬畏伊，顺从伊旨意，伊就要加天予咱。有一个印尼人写一个故事，讲到一只乌龟看到鹅仔在飞，飞悬的时阵感觉真爽，看落来看甲明明对下一米。乌龟就真佩服，鹅仔就想：我若会飞，亲像鹅仔就好，我也会通看到大部分对下一米。哇，就爽，通飞悬悬。有一日，乌龟就甲鹅仔讲：鹅仔，我若会飞，亲像你，毋知就好，毋知就爽咧。鹅仔有知识，就伊哩讲：我有办法，我两只脚捏一支叉。你的嘴就夹掉一部分的茶，安尼我就调你起来飞。乌龟就合作安尼的办法做，就飞悬起来。对下看到就讲：哇，真有办法啦！安尼搞啊，就拍破鼓励因。乌龟马上就开嘴要举功劳，讲是伊的搞，是伊的办法。当伊安尼想的时阵，爱开嘴讲的时阵，乌龟马上跌落地。乌龟要将一切功劳甲记下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受到恶露鼓励的时阵，记得将荣光称颂拢归乎咱的天父上帝。恶露鼓励是无唔对的，是肯定咱的所做。希伯来第十章十四节劝咱讲。要大家三观高，来激起仁爱甲行好。阁有伫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十一节记载讲，所以要三安慰，大家三建立德行，照恁所得做诶。保罗劝咱安尼讲，万事常常伫咱会主耶稣基督诶名来感谢父上帝，要敬畏基督来三顺服。上帝是咱思维的盾牌，是咱的荣光，阁是予咱头举悬的主。荣光拢归予上帝，因为上帝最大，行奇妙的事，只有伊是上帝。智慧权能拢属伫伊，伊赦免咱隆重的罪，救赎咱的性命。兄弟姊妹。咱着时时阿罗上帝伫咱的嘴，伫咱的心，伫咱的念头。
拢着将恩光尊重归予伊。咱的各位的长辈啊，立条条上帝你的天父，伊是你心内的力量，有天父上帝甲你同在，你的确得胜，风雨吹袂倒。主耶稣坚强你的心灵，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快乐。请咱阿头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时常阿罗你的名。你是阮的盾牌，是阮的阳光，阁是予阮头举悬的主，是你最大，阁行奇妙的事。只有你是上帝，永远到永远。阿罗感恩是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.愿咱的上帝留心听你的祈祷，愿伊顾念你的心思。愿咱的上帝会恩惠亲像盾牌，四面保护你。愿咱的上帝照伊恩光与丰富，伫基督耶稣内，叫咱所需要的一切拢充足，对祂祈祷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亲爱的
弟兄姊妹，上帝甲你同在，直到咱搁相见。